总统大选终点近在眼前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南下南投草屯，替立委候选人马文君拜票，展现高人气。来到敦和宫，当然少不了拜拜，祈求选举平安。赵少康和马文君以及立委候选人尤浩合体参拜，庙方特地准备包子肉粽，象征保粽。南投雄雄就是观光了，而南投的农业就发达，不管是茶叶哦，茶米，不管是百香果，我有一幕跟大家保证，我若动算哦。观光客哦，雄起给我爸爸拿来。立同绿营萧美琴再度启动战报车队，关键州他从北台湾起步，八号下午陪同曾博瑜到新北新店扫街，指导蓝营票仓，举起粉红色小旗子，兴奋地跟萧美琴挥手应援。萧美琴也发送小口罩，人潮挤得满满满。上午他也到汐止合体小战报赖品瑜合力催票。刚一直在推荐品瑜，忘记讲我自己哦，但是啊、这个我们美德配当然需要大家的支持。民众党吴欣盈输人不输阵，到新竹替柯文哲包妹柯美兰扶选，气氛太嗨，柯美兰当场跳起炸裂应援舞，吴欣盈也展现超热情亲和力，喊支持者握手，通通来者不拒。扶选行程新竹跑透透，不仅狂流汗，衣服湿透，还喊到烧香。一般的那个水头都加穿配枇杷膏跟红牛，边提神边润喉，就这样子。蓝绿白副总统候选人动起来，母鸡带小鸡拼选举，就是要在选战最后倒数全力冲刺。华新闻新北新竹南投采访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